大哥，我晕了一下，这个是什么啊？我晕了。可是它是要怎么样动啊？用人力转的。爬上去是要爬去哪里啊？在跟我开玩笑吗？在跟我开玩笑。有一点啊，它下来的时候很恐怖。世界地震。今天就有办这种，但是像我们在台湾看到的圆游会啦，看有小火车，然后前面有那个，但是像我们的旋转木马，可是它是用那种我们小孩子开的那个车去组装的，然后这个是。看起来像摩天轮了。去问一下大哥好了。大哥，我们问一下，这个是什么啊？摩天轮。可是它是要怎么样动啊？要运动吗？累。哈？转的。用人力转的。啊。爬上去是要爬去哪里啊？在跟我开玩笑吗？在跟我开玩笑吗？嘿。然后。一直爬上去这样子，哎呦，有请一个小鲜肉喽，爬上去，不，你看是靠的人力这样转的，哦，等一下，太快了吧，怎么？我有没有听错啊？那么大型的摩天轮，少说也有五六层楼的高度，居然只用人力来操控。丢啦，这样是很环保、很节能减碳，没错啦。但是老实说，这种摩天轮吼，跟咱们的美哈华还是建湖哈的摩天轮来比，真的算是超级阳春呢。安全性真的没有问题吗？很重要。突然想到了，大哥，请问一下哈，因为啊，我现在视野这样子望过去哈。那个每个人呢、啊，身材都比较娇小一点，请问一下，这个有体重的限制吗？哇，那个西路亚，那边娃娃，体重再怎么重都可以啊。好，其实哦，一般呢，我们在那个台北啊，去坐那个摩天轮的时候啊，并不会觉得可怕呢，因为它就是慢慢的，有没有很浪漫的这样转？但是你们刚好看到那个速度吗？它是一个无敌风火轮的。转的感觉，好了，而且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。我们台北摩天轮有一些玻璃在外面，有没有？这个哦，马上可以就直接亲自的体验，感受那个微风这样吹来，搞不好不只是微风哦，摇一下，好，很坚固，好，没有体重限制，好，很确定，很坚固，哎呦。而且啊，你说去啊，你看其实这个，它是非常的摇摆的，跟我们，这么坚固，柱子是蛮坚固的啦，可以吗？好，可以，来了。原本想说我一个人就能过关了，两个要跟着我一起。我累啊，又来累啊。奇怪呢，明明只是要坐摩天轮，心情应该要很轻松的享受凉风美景才对啊，为什么现在比坐什么云霄飞车、大怒神都还要来得紧张呢？这些蜘蛛人哦，他们才刚爬上去，都还没有开始转，我们的位置就已经晃到一个不要不要的，这是正常的吗？我可不可以先后悔一下啦？他们要从那个最上面开始，怪吧掉。上看最上面有没有开始这样摇摆，然后从最顶端这样下来。哦，第三个人上去。你们是经过几个月的训练了哈？怎么每个人爬的都那么快？我的要不要两个？这好摇晃哦。我觉得等一下是紧抓着好了，因为这说高虽然没有到很高，可是起码也有四五层楼高。其实啊，也有点像那个，嗨，
到船。上面吗？我想要下去，怎么停住了？妈妈，爸爸，我想回家，我没有在开玩笑。太快了，斯洛利普利斯，哦，嘎的。什么人力摩天轮嘛？我看根本就是云霄飞车加大怒神的合体，旋转的速度完全没有逻辑可言。天哪，这局真的很可怕，因为它是疯狂的旋转，它什么时候会停啊？我们可以停在下面吗？不要，不要又要停在上面了，拜托拜托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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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耶耶，普利斯十大克，啊，好啊，不停啊，永远不停，一直疯狂的旋转。什么？不用了，下去了。我们可以停止了。在下面停，不是在上面停。上面停，有点点可怕。下去的时候都心都痒痒的，这次又更快了。哎，下来要打假装 OK 呀。对，只有在高空的时候有没有没有人看，所以就啊下去的。有了有了有了，他们在也是人工的停止方式。有大哥卡在上面了，拜拜。还好，还好有点蒸汽，没有让浅色裤子变成深色。好啦好啦，这招多人空中吊停连环煞，加上完美落地，我给10分满分啦，算是有安抚到我小小受惊的心灵。只能说这些小鲜肉蜘蛛人真的比摩天轮更有吸引力，心血来潮时他们还会来上一段空中特技表演加码演出，也算是值回票价啦。喜欢吗？记得按赞加订阅还有开启